天气方面的讯息，今天西半部的民众应该都有感受到阵阵的大雨，这是因为南方低压带北移，水汽增多，今天天气都不稳定。中央气象局针对了西半部发布大雨特报，而到11:50为止，累积降雨前10名的地区有9处都是在高雄，最多的是在仁武有97毫米，而其次呢是鹿竹93毫米。加上对流云系发展旺盛，西半部持续大雨特报，提醒大家出门呢要携带雨具，要注意行车安全。